手。然后这一关的 MVP 当然就是潘老师，潘老师啊。马上进行吧，痛爽跳好运。尹嘉可以派一个人负责跳那个按摩步道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人负责蒙眼拍照，然后30秒内拍越多张跳要照符合规定的就可以换算成星球，因为答案都是拍先证出来的。你是二跳还是三跳？没有，你就说跳。好，我说跳，就是我跳的时候还在原地跳，我说马上起来这样。对啊，所以跳我按。对对对，好，严重带好，默契默契，帮我带一下。因为这个还是要拼。我这样子上面有空间哈。好，有。好，一边30秒计时。跳。跳没有，这有吗？四，你跳到就算。四，没有。五，六，七，我前面带笑容。八，好，对，笑容。对，九，哇，十，行，你看我开心。12，真的，很敬业。13，14。小不点加喊啾，那个，对，跟 Dr. Mario 一样14分。你完全不怕痛哎、欸。嗯，对对，他第一次来，但是他居然对这个完全没有。比较还好一点。痛感。而且我们两个刚才默契拼很好，但是跳久还是会痛。对。连我都觉得看不下去，好不好？我现在不止我的心，我的身体都与黄队在一起。常听到这句话，但从来没有感受过。你们要是没有住上好的，全部算我的。哇，好去了，我是睡仙哥的烂码表，破表。有，对，有队伍啊，对，有，叫，啊叫，Go，配对，哪个屁？然后老师教的。